好啊，欢迎嚟到今集嘅鳄鱼谈。咁啊，今日系10月12号啊，系10月12号嘅星期六。咁啊，而家我嘅地方就系好近呢个香港仔中心啦，系嘛？香港仔中心就系香港嘅南区。咁啊，啱啱喺近一个礼拜之前咧，香港仔就系首次食咗第一枚嘅 tear gas， 就喺前面冇几远嘅香港仔警署嗰度。咁啊，玩咗3个几4个月啦，咁啊，香港仔第一次食 tear gas 咧。都出支辣到嚟依度啦！我都係開頭喺度估，喂，究竟幾時香港仔自由下有嘢奶呀、受下咧咁樣？咁原來到上個禮拜咧，先出現依一個嘅問題。咁啊，傳統咧香港仔咧，俾人嘅感覺都係啲藍絲啊、重災區嚟噶。咁我都其實都係唔係好明白點解香港仔依區咁撚藍嘅咧？即係嚇拗緊塊曬頭都唔知個情況係點樣。原來咧，啱啱我頭先同個街坊傾過偈咧，佢話嗱，鱷魚你有所不知啦。香港仔係咩人住多啊？咁我話斷估都係水上人啦，係嘛？係啦，嗱，水上人咧就有兩種，一種咧就仍然咧就係喺出邊個避風塘嚇，就仲有船啊，出去攞魚啊，成日咧就係進入大陸嘅海景啊，即係一定要同上面咧好密切嘅關係。哦，咁我明白啊。咁啊，第二係咩咧？佢話第二咧好多咧都係咧上咗岸啦，上咗岸咧就依家睇啦，香港仔啊南區依邊其實都好多呢啲嘅屋村。咁啲水上人咧就都落户咗喺依一區裏面。咁佢話唔係屌喺老尾得撚罪講啊！屌喺老尾，水上人大部分啲知識水平都唔係好高嘅，咁啊蛇齋餅總係搞得掂嘅。咁所以咧，你睇翻咧香港仔嘅選區啊，無論區議會啊，或者立法局裏面依邊嘅選出嚟嘅人咧，九撚成咧都係屌喺老母民建聯霸撚曬㗎啦！陳海欣啊，依頭啊，咁你邊有得計啊？咁撚樣。啊，咁我話係喎，明白曬啊，咁樣。咁而家咧，今日我點解嚟香港仔南區咧？因為我為的士咧，就係要帶一帶俾大家睇下咧。其實香港仔咧都有一啲黃絲嘅小店，想大家咧依個 weekend 咧，如果離開香港仔啊，撐下佢啊，捧下佢場，品評下佢做啲嘢好唔好食。咁啊，但係同時之間咧，我又啱啱咧又見到依間啊鳩品360。咁啊，鳩品360，大家都知喺過去依幾個月裏面啊，成日都大裝修啦，啊，成檔嘢都做唔撚到嚇，仲係。閂緊曬閘，拉緊曬門。早幾日咧，阿超哥咧，啊真心教教主超哥咧，亦都咧俾咗啲照片我，就係關於鳩品360嘅。佢話咧，鳩品360咧，竟然派緊咗啲啊大隻佬，屌你老母！全部啲係啲梳埋啲咁嘅平頭裝、戰玉環衫，個樣咧一睇就知成副賊相嘅人咧，啊空眉空相咁企緊咗喺我哋依個大道東啊、大道西啊依啲啊上環、西環啊依啲方向嘅啲嘅鳩品360咧，睇場咁樣。話點解啊，超哥？佢話你要驚人哋去掃佢場咯，你要掃佢場搞爛佢啊嘛，咁樣。哦，原來咁樣。咁但係原來了解一下咧，阿超哥再同啲陀地啊傾下偈啊，同啲地區工作嘅老友傾下偈咧。原來咧，鳩品360咧，屌你咪急 call 翻佢老家福建，就叫依啲嘅福建幫嘅派啲大隻佬落嚟幫手睇場。咁大家都明白啦，點解嚇香港人咁中意掃鳩鳩品360？大家都知道嚇，北角嘅福建幫嚇，同埋啲嘅荃灣啊嗰邊嘅啲福建佬咧，就最撚中意咧就屌人多蝦人少，趁夜晚咧有啲嘅黑衣人啊落單啊，又或者啊翻屋企嗰陣時咧就聯群結隊咧咁去蝦人。咁又唔撚知自己嚇賓州細春代大，屌喺到尾成日咧就聊事鬥非，俾人打到豬頭咁撚樣。咁啊，即係開頭咧都俾你兇下嘅。咁而家基本上我哋嘅香港神獸護國神獸私了降臨咗之後咧，咁呢啲福建佬咧而家都知道啦，出親嚟咧就柒多噶啦，全部都係鳩頭啊，損撚曬啊，屌喺到尾逢頭救面啊，俾人紅頭黑棘噴撚到，屌喺到尾烏蠅單刀咁樣死翻去福建咁啊肉鳩酸，咁啊少咗呢啲嘅打人嘅事件。咁而當然啦，鳩品360嘅老闆啦，呢個撚樣姓林嘅撚樣啊，咁啊，佢叫做林子峰啊，如果我冇睇錯，睇下咪叫林子峰先。等等啊，哇！我部電話而家
越嚟越難搞，好撚難搞。係啦，林子峰。咁林子峰咧，就係優品三六零亦啱啱上咗市冇幾耐啊嘅集團主席啦。咁其實呢個撚樣咧都福建佬啊緊㗎啦。咁但係咧佢個 board 裏邊咧，亦都係大部分咧啲喺福建嘅人喺裏邊。咁佢有兩劑嘢咧，大家要評論下。其實嚇呢個優品三六零應唔應該俾人打啦？咁當然啦，大家仲記唔記得嚇呢一個759啊？阿信屋759。咁759以前嘅老闆咧，肥仔諗咧。咁啊過身冇幾耐啦，當佢過身嗰陣時咧，因為林子峰咧就走出嚟咧，又話要收購人哋當嘢啊，又話10億留下啦，屌你老尾，我就屌你諗下有冇水位啦，唔撚賺就唔撚收購啊，但係知啊巴撚閉，又屌鳩啊肥佬肥仔偉咧，做生意唔撚得啊，買鋪又買撚錯啊，咁啊即係啱啱人死咗頭七都未撚過，你走出嚟講埋啲咁嘅撚嘢，咁啊當然好多網民啊同埋香港人咧火都嚟撚埋啦，即係話你個福建佬咁鳩串，屌你老尾係嘛？咁啊同埋條撚樣咧，除咗有優品三六零之外咧，仲有檔叫 Union 嘅賣鞋嘅，咁大家嚇得閒亦都可以去試下啲鞋啊，睇下啱唔啱你只腳，唔啱就唔好理啦，就多啲入去試鞋係嘛，搞到佢破面換黃。旺系嘛，斋试唔买咁又得系嘛，去睇下人头涌涌去品评啊，执捻到满晒，等佢做生意要加多啲人手又得，咁大家中意啦呢啲嘢，适随尊便啊，自由嘅世界。咁啊，仲有一个捻嘢咧，叫大家讲下嘅，关于呢一个老板咧，其实都好捻閪，閪嘅地方咧就系咧香港而家啲楼价啊，啲铺位啊、车位啊，点解咁捻贵咧？呢、這个林子峰咧吓、都系其中又系幕后有份做嘅。咁呢度撚樣咧，就係有一鑊嘢就係好撚嚇出位嘅咧，就係屌你老尾佢執撚住啊領匯嗰啲嘅漏洞啊，走撚咗去筲箕灣嘅領匯旗下一個商場，執撚咗去2000多個單位啊！領匯嘅商場有啲漏洞係咩嘢咧？佢可以分拆啲車位出嚟賣，咁啊佢又執撚住2000多個單位嘅車位咧，就7000多萬入過億咧就放翻曬出嚟，咁啊執撚咗2000多萬。跟撚住去屯門咧，又係執撚咗成2000-3000萬，又係買咗幾百個車位嚇，由49萬一個車位炒撚到近一球放翻出嚟。咁當然啦，即係喺嗰區嘅老友啊，多得你唔撚少啦。即係無論車租同埋買車位都係貴撚到無論嚇，阿科唔撚到啦。咁所以咧呢條撚樣咧，即係其實咧係即係巧取豪奪啊，炒炒賣賣啊，做生意啊，屌你尾老尾就係顧住。啊！賺錢啊，冇乜心，對個社會冇乜貢獻啊！咁啊，依度撚樣，所以優品三六零俾人招呼，除撚咗本身啊，你福建幫依個嘅背景之外咧，加埋佢做生意啲閪嘢啊，即係人又冇品啊嚇，肥佬諗啊，走完你又要搞鳩人啊咁樣，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個人覺得咧，佢今時今日咁多個鋪頭咧啊，俾人哋招呼咧，都係抵撚死嘅。咁而過去兩個月咧，優品三六零嘅股價咧，就即係屌你老母，大家要值得興嘅話，佢啦插撚咗20%，係嘛？屌你老尾，嗱，我覺得揸撚住佢依個股票啲 shareholders 啊，嗱臨屌有幾塊多幾塊放鳩曬佢啊，等佢自己揸翻去玩算撚數啦。嗱，其實呢啲咁嘅公司，大家都諗啦得到啊，啲孖準咁撚低，係嘛？低撚到阿媽都唔撚信，如果搞撚得掂啊，阿信屋都屌你老母，肥佬諗唔撚使做撚到死啦，啲孖準屌到尾有得賺，其實根本攞隻 brand 翻嚟好少，地鋪又貴租，賺到啲咩撚嘢錢？點解可以依啲嘅連鎖嚇賣零食嘅可以上撚到市咧？就係香港啲嚇 IPO 咧，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就自己咧嚇籌集資金咧嚇砌個殼出嚟咧，跟住之後個殼咧就賣撚咗佢咧就有錢賺啊！唔好話我落個時間浪啦，優品三六零。佢間上市公司睇下佢遲啲，屌你老母會唔會賣緊咗殼啊？俾第二間公司借屍還魂上市啊？咁啊，唔好話我話中你，我估啊嚇，我話嘅就係一定係朝呢個方向去砌個殼出嚟，零售就最易做噶啦條數，大家抬錢去攞貨走，邊個估到條數啊？咁撚多鋪面，哇！做緊咗出嚟，屌你老母好撚好睇喎盤數，咪上市咯，跟緊住過幾年啊，屌你老尾咪成個殼賣鳩咗佢咯。大家仲記唔記得咧？以前咧，譬如我哋去一啲嘅臨時鋪啊，見到好撚多依鋪頭，譬如銅鑼灣又有啊、油麻地啊、佐敦啊、旺角啊，有啲臨時鋪咧，成日咪有啲啲袋啊，好似係啲 Polo 啊、Burberry 啊咁樣，記唔記得？記唔記得？你少出街啊！咁我仲好記得咧，街旺商場隔離咧有檔嘢咧，成日買啲
嚇啲皮袋咧，好似啲 Burberry 啊，同埋Polo 袋咁樣樣。哇！點解賣到咁撚平嘅咧？咁樣咁原來嗰啲係老番嘢嚟。咁啊，而當時咧，依啲鋪頭咧就即係後屘俾啊 Burberry 同埋 Polo 咧就告鳩佢侵權，亦都咧係告鳩入咗個老闆。咁而依一個老闆係邊個呢？如果睇翻一周刊講咧，就係、是、正正就係高品360嘅 CEO 嚟。因為咧，依個撚樣叫乜撚嘢名啊？費撚事記啊！佢撚樣閪名唔撚想記，叫做許志群。因為許志群咧就係屌起老母，就係而家依個優品360，我都嘅 CEO 啦，我都覺得奇撚怪。屌起老尾，哦，我明啦。上次公司主席咧就唔可以有案底，但係 CEO 咧啊，因為受薪嘅 CEO 咧就可以有案底。咁所以依個撚樣咧，就算有案底咧，都可以幫優品360咧，就係屌到尾就揸裝。咁而仲有一樣嘢有趣嘅咧，就係依個撚樣做好撚多公職嘅喎。譬如依一個嘅福建體育會啊嘅副會長，同埋永遠名譽主席啊，永遠名譽會長嚇。咁啊，仲要係咧2016年嘅一月咧，委任為香港百貨同埋零售業嘅總會嘅副主席，仲有中國人民政協啊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啊會議第12屆同第13屆嘅晉江市委員會會。委員咁撚樣，好撚多依公職，咁呢啲全撚部都係同大陸有千絲萬縷嘅關係啊！咁啊，大佬佢都睇得到佢啦。後面仲有一個 shareholder， 你知唔知係邊個？就係、是、工聯會、工策會嘅蔡素玉啊 ，typical 喺北角裏面咧有好撚大影響力嘅依個嘅啊工策會嘅依個嘅以前嘅chairwoman。咁啊，大家都估撚到啦。咁你話佢哋優品360同福建幫個關係千絲萬縷，咁而嚇福建幫又喺北角嚇同埋荃灣裏面打人，咁我想問啦，第一時間你如果以為你自己嚇唔關你事嘅，咁點解你唔肯公開出嚟譴責你嘅福建同鄉，搞搞陣冇撚幫襯咧，打撚完人你冇撚出過任何嘢喎，係嘛？你咁成班福建幫而俾人大裝修之後，就出聲明話唔撚關你事喎，香港人。會咁撚屌你老味好相遇同你計數啊！屌你老母執鳩埋佢啦，唔撚使做噶啦！屌你老味，大家揸住啲股票就全部放鳩曬，因為我覺得咧不死不休嘅，同一個優品360一定好好地招呼佢啊！咁啊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就再睇翻啦。我喺我哋嘅MHK 啲老友嗰啲 WhatsApp group 裏邊咧，大家就會問啦，喂有檔嘢叫做民生睇下先叫民生 Daily Mansion。嗰檔嘢係咪好似個包裝啊？個牌面都好似屌你老尾優品360咁樣喎，又關唔關福建幫事啊？咁睇翻咧，原來係一個姓鄧嘅一個嘅鋪王啊，旗下佢嘅一個嘅仔咧啊，揸住嘅依啲嘅六間嘅分店，咁啊同優品360咧就似乎咧就冇任何一啲嘅牽連。咁啊，大家如果揾嚇幫手裝修咧，咁啊睇撚住啊，唔好搞撚錯人。不過睇翻佢哋依個家族嘅背景咧，亦都係咧大手買鋪、大手炒鋪，即係香港個房地產擠高曬咧，依班撚樣咧都係既得利益者嚟嘅。啊，喺我嘅個人嘅立場嚟睇咧，我就最撚憎啲人炒炒賣賣，對香港個經濟咧就屌你毫無幫襯，但係搞撚到大家心平咧百上加軍，都係大家都唔撚使啲幫襯呢啲咁嘅撚樣噶啦。啊，咁啊唔好講咁撚多，我帶大家去一個香港仔南區嘅一間嘅黃絲小店，品嚐下佢哋啲好嘢食，睇下係咪真係咁好食。好，跟住嚟。嗱，梗係我認為咧，全世界、全宇宙最好食嘅鮮糊面就係上海天龍樓，冇人能出其右。我話嘅，我就食過咁多地方嘅鮮糊面，我認為全個宇宙裏面咧最好食嘅鮮糊面就係上海天龍樓。我都好撚擔心，因為有時咧都好驚咧，即係老闆係藍絲，但係卒之我 fact check 咗咧係深黃，深黃都合爆，咁所以咧。放心咧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介紹俾大家嚟捧場，有乜事啊？我咧每逢咧做得好辛苦咧，我就會入嚟咧食一食呢碗咧好撚靚仔嘅鮮糊面。
咁啊，總理咧佢就整咗嚟個喺閪切定美食家，大家都見過啦。佢就個人認為咧，炒鱔糊嘅上海面咧，上海粗炒啊，加埋呢個炒鱔糊啊，佢覺得嗰個就最好食。我就覺得湯面啊好食啲啊，因為咧我個人比較咧加咗湯之後咧，嗰、那個醬咧係會係淡身少少。咁你睇下咧，好簡單啊！屌你老味，點解我咁撚中意食啊？你睇下咁撚粗嘅鱔味。即係分分鐘咧，粗過啲黑警嘅賓州啊！你睇下幾撚粗，係嘛？全部咧係非常之新鮮又彈牙。OK， 日本人咧相信咧夏天嗰陣時咧食鱔魚啊，就會當啲男人咧係會補充啊體力，所以佢哋咧好中意食咧鱔魚飯、鰻魚飯啊，令到佢哋嘅體力咧就補充翻出嚟。我個人認為咧鰻魚咧都好好味，但係關鍵在於咧好多嘅地方咧。就係唔夠新鮮或者啲鱔唔夠肥咧，就冇咁好啦。咁啊有一樣咧，就要同啲海外嘅老友記講嘅，海外咧就永遠食唔到好食嘅鰻魚或者係鱔糊面，全部都係冰鮮，腥撚個閪嘅。咁但係只有咧翻嚟香港啊，只有可以咧，即係買啲咁新鮮嘅嘢。我曾經問過佢個廚咧，佢話佢每朝早咧一早就去揀啲黃鱔咧嚟整，嗱我整個俾大家睇下，嗯。有咬口，有肥味，非常新鮮。咁咧，呢度仲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嘢，上海嘅食物啦，酸辣湯啊，上海春卷啊，醉雞啊，同埋我都個人咧都好推介呢個油炆筍，油炆筍呢個冷盤咧都非常之好味，炒蝦仁啊咁樣。咁但係我今日咧就係嚟食個晏晝，咁啊一個鱔糊湯面。加一個一份嘅小籠包，我同阿琪兩份食。佢今日就食過呢個嘅榨菜肉絲麵，因為佢啊細食啊，而家佢咧揾阿李大夫幫手啊，食少少嘢嘅時候都肚痛。咁我就唔講咁多啦。咁啊，依度咧就係呢個嘅俾個地址大家先啦。香港仔舊大街嘅呢個嘅58至62號嘅地下私鋪啊，依度啊影一影。好，香港仔舊大街56至62號地下私鋪咁啊。地方真下嚇，黃店香港仔僅有啊！嗱，依個真係屌幾靚仔，嗯，又多芽菜，冇咁多嚇。大家 weekend 有時間咧，入嚟食碗上海麵。